顶礼三宝，愿聪明虚空之劫有情父母脱离六趣痛苦及痛苦之因，当知一切种子大觉，故为故听闻无上密法，深则言教而发心的。我等历代传承祖师无垢光尊者曰：居愿瑜伽时请谛听，如今我等已获道满了，享满人生，至于呢大乘法宝的，在具备这么好的条件之下，切勿以虚度人生，当作清净究竟一乐为妙。也就是说，当前我们所有的呢修行者，由于殊胜的因缘，今生已具备这么好的条件。因为有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说信仰佛教的男人说是很难呢幸运的？因为我们信仰佛教的原因是为了从整个轮回的呢范围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是我们当前信仰的终极目标，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意义。因为如今很多很多包括我们这座的所有人，有时候无意当中觉得，当灾难没降临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时间是很快乐的，很幸福的。就是由于这个短短的幸福和快乐，会迷失我们的方向，迷惑我们。就好比像平常很多很多人心目当中，谁都不希望有痛苦的，但是什么是痛苦之根本的也不去来探索的，所以总觉得当稍微有快乐的时候，这就是我真正的目标的。有时候真的需要呢翻过来我们自己的内心。如今在那轮回当中，虽然暂时有些快乐，也有些幸福的，但呢即便是短暂的时间的，不久的将来还会遭受，还会将你很多很多痛苦的。比如说如今很多很多众生正将你在痛苦的，所以他对轮回的厌离心呢就用不着谁给他讲解，他就觉得轮回就是一个痛苦之处。但是有些由于灾难没有降临他身边的缘故，总觉得轮回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一个地方的。但细致想想，真的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暂时虽然有些幸福，但是迟早痛苦会降临在我们的身边，是特定的事的。有时候我也在说的，可能由于我们是祸福身份的原因，每次呢像尤其是信仰佛教的一些家庭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灾难，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呢这些高僧大德。像平常在我身边听见的，谁家的人又去世了，谁家人又已经呢在受这样的苦那样的苦等等的。因为当时在想，这些人心目当中呢，比如说今天要是家里出现一些灾难，这一天这一家人的心目当中永远不会觉得轮回是一个呢幸福之处、快乐之处的。但是在灾难没降临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也就是由于俗世的一些习气，觉得这就是快乐之处的，甚至呢不是有意去想它是快乐的，但是无意当中呢也会把它当作是快乐的，因为和我们真正的修法背道而驰的，像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天天都具有的。因此我等历代传承就是无垢光尊者告诫我们的，如今我们已活到这么好的人生的，比如说南域的道理善知识，我们今生已经遇到很多善知识了，很难闻得到的法，从小乘教法乃至无上巧觉大圆满，在众多高僧大德面前听闻众多教义，最难的是把身心投入修法之中，但这一点我们如今已做到，把身心已投入修法之中，这样的人生不是人人都具备的。因为要具备这样的人生，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具备这样人生，很难从轮回范围之中获得解脱的。所以要超出轮回范畴，那必须要具备这样的条件，那当前我们已具备这样的条件，若一直呼吸下去，也就是喘息下去的，不久的将来承办解脱是特定的事的，
因此禅宗第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说过，一心向善者，也就是说具备这样条件者，西方极乐世界即在眼前的。若要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话，西方极乐世界离你有十万八千里。所以说每当我们修行之时啊，甚至什么时候都要时时反观自己的内心，看看是否具备这方面的你条件的。若要是具备，那就说明解脱就是迟早的事情。若不具备这些条件，光然心中一味去追求解脱是永远达不到的，因为它必然有因果关系，没有这样的因是永远承办不了这样的果的。所以我等历代传承祖师无国光尊者在众多教言当中时时教诫我们，如今已活到这么好的人生之时，应该要珍惜这个人生的。怎么去珍惜呢？让他吃好穿好就是呢最大的珍惜吗？当然不是的。仅仅为了吃一顿饭而穿一件衣服，那与旁生道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六道众生当中，先前我们能看得见的就是旁生道，那与旁生道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如今我已活到这样的人生，这个人生充分地说明了他具备有圆满之智慧的，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智慧运用到相对的境之上，也就是说还要创造更高更大的快乐。那么就看看上面所讲解的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的。因为在经中之中曰，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的，能不能获得解脱的，就要看看今生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所以说在具备这么好的条件之下，尽可能往修行方面去发展的。因为暂时在我们的身边也没有了今世不要不了的什么痛苦和灾难，但是迟早在我们面前发生，这是特定的事情的。即便我们先前把这个轮回也好，这个时间呢执着于多么来好的一个景象，好的一个花园，终究它就变成一个了比地狱还地狱的一个场景。这就是说当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外在所有一切已经呢改变了，就是说由于内心改变的缘故，外在一切形象也已经改变了。这样的事情迟早会产生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无国光尊者告诫我们，切勿以虚度人生的，先前就要精进修法的，因为可怕的无常损失都会降临到我们的身边。就像刚刚所说的，这个无常不仅仅是一种呢命中，可能还有了呢让我们内心产生烦恼的事情呢，时时都会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当这些成品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恐怕那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但真正的命中降临在我们身边再去想修法，那恐怕来不及了。所以尽可能多去修修法的。比如说每天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应该要想到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所有大德以及自己根本上师的加持的，我今天幸运又可以抬头又去修法，而不仅仅是呢我今天可以抬头又去追求时间的呢这些琐事的。时间的琐事的如同无国光尊者在金阳明经之中所说的，即便的呢这个整个地球属于你一个人的话，由于内心贪执没有断绝的缘故，你还是觉得不满足的。所以说时间的舒适在我们内心贪欲，也就是贪嗔痴没有消尽之前，永远没完没了。即便先前所具备的条件有多么具备，但最终还是要遭，就是说还是要遭受极大的痛苦的。因此时时要观想无常，从今天开始要精进修学佛法做正。
当然，从初次开始进入佛门乃至今天，不管站在哪一位导师面前听闻教言，都在传递这个信心，让我们时时的，让呢所有的弟子要时时护持自己的内心的，要时时观想无常观，精进修法的。但这也是呢所有导师们的教言。那当然今天也不例外的，所以这些都呢非常非常重要。要不，即便我们学习什么样的教言，若不能把所有一切教义运用到行为当中去的，恐怕也就是那么回事的。如同五国光尊者曰：“口头空言之了之境界，故不得菩提圣果；以及胸中虽持十万多之法，含临终之时，也不能获得真实之理。”因此，我们应该要把所学会的道理运用到行为当中去，这就变成真正的事的。当然，初次开始进入佛门之时，首先是需要了知呢一切教义、一切教理。比如说，若对修行不了解，即便你怎么去修行，恐怕越学越修了呢，可能都变成一种了呢，障碍或违缘业障也有可能性的。因此，为了避免产生这样的过失，前面是得学的，但是总的角度来说，还是尽可能的多去修修一些为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讲解圣者言教的，因为这个圣者言教呢，往昔我等答案根本上是喇嘛仁波切的上师称给阿育曾经呢，没实现涅槃之前，上师说多次告诫他的。说未来要是有些清净弟子，龙沙派的传承绝不能断绝的，因为龙沙念佛以及莲花生大师曾经受据过，在末法时代一直龙沙派的传承会呈现很多红光声的，这是非常好的缘起。当时呢，上师说告诫他绝不能断绝了龙沙派的传承。后期上师把这个教言赐予给了上师身边的这些活佛们的，告诫我们平常们的龙沙派，你们要铭记心中，若具有清净弟子的时候，龙沙派的传承绝不能断绝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所生长的地方也是龙沙念佛初次所建的寺院的，我相信可能有些也知道，如今我们寺院呢平常念诵的一些仪轨啦啦，乃至所有的法会都是遵照龙沙派的这个传承的而在做的。所以可能是呢像这些因缘，再加上我等答案根本上是喇嘛仁波切呢往昔法王如意宝曾经收集过，上师是龙沙念佛的化身。因为龙沙念佛当时龙沙念佛时代，龙沙念佛转了很多很多神山，也开山呈现很多很多文字和佛像来度化很多众生。后期上师在我们家乡，也就是龙沙念佛往昔就是开辟的一些神山呢，后期在这上面呢也曾上师呢又开始开光了呢，又取出很多很多佛藏品，并且呢上面也呈现很多文字和佛像之像呢。但结果呢，我们平常虽然没有亲自到这些地方去拜见过的，但是平常也可以在一些呢画面上也能看得见一些的。这就是说，我们上师就是龙沙念佛的化身。那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这部《圣者言教》，就是龙沙派的一个传承，它来自于呢上师。那么阿丘的上师是昌格阿育，昌格阿育的上师呢就是他的爷爷，叫仁美多阿等等。就是这位导师呢所传授的这部教言。记得当时呢上师在牙签寺的时候，可能至少也传过很多很多遍的，这个在牙签寺呢年年都会传授一遍的。所以后期我们把它呢立为汉文版的，虽然像你是前两年能讲得成的话，把这个圣者言教呢讲解一遍的，但是后期呢但每次一到山上呢又说要讲，又开始讲其他的法，由于时间的缘故也就没有讲成了。今年我就想光是把书已经翻译出来，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传承，还需要了解里面所传讲的这些道理。相信平常呢很多人也在阅读甚至研究的，但是有时候可能得到一个传承的加持能更大一些的吧。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就将近是身在眼角的。但这个身在眼角呢，这一段时间在这儿可能讲不完的。但不管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年在不同的地方把身在眼角讲完的。因为如今呢，科技又这么发达，比如不仅仅在我们面前就这么听闻的，但有时候也可以在网上听闻，都是一模一样。总的来说，要懂到这个教言，因为呢，这里头的主要的含义是身在眼角呢，它从前行引导文开始呢做起来，里面也讲述了关于呢共同外前行、不共同内前行的一些修学方式，并且呢也参照着很多呢教理的，比如说从小乘十八部乃至无上翘觉大圆满之间的一些教理和无间学呢契合到一起，也讲述了很多关于自断的一些要点的。但是后期顿超方面呢，由于当时你们多啊当中说的，由于种种原因呢，顿超方面的教研就没有写成的，但后期也说得很细致的，所以这里头没有顿超方面的呢教研。但呢，以上的这些是非常非常圆满的，尤其我们作为修学密宗的弟子，我相信这方面也是必不可缺少的。因为呢，当时我们也以历代传承祖师的教研方便为次要，禅定为主要，这一多入小乘灭经典也，也就是告诫我们作为次第根基，在树立方便教书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注重一些方便的，而不仅仅是禅定而禅定。那这样一来，平常学学一些理论，尤其在修的过程当中，把所有一切教义归纳到自己的修学之中，也是必不可缺少的。要不仅仅依靠禅定而禅定的，恐怕呢最终得到的知识啊好一点的，那就是小乘人的见解；要是坏一点的话，重点一点的啊时间坏一点的话，可能就变成歪道教的禅定等等。那我们如今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最终得到的只是这么一点点的话，那非常非常不圆满，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目标。那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当然必须要服从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至于为何服从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而不是像如今世上来了流行的这一句话创新呢？但这一点呢，我们前一段时间已经讲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内呢，意识可以创新的，但是智慧就是完全超越意识之智慧创新，那恐怕呢前面的这个智慧还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之中。只要超出时间和空间范围，那你这个创新恐怕是你最不创新的一件事的，因为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智慧。但这一点我相信每一个修行者都懂。那由于懂到这个道理的原因，所以以后在修的过程当中，尽可能遵照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育。为什么说是尽可能？因为必然我们的智慧乃至福报还是有限制的。书面上讲的即便有多么细致的，有时候在修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些漏洞的，但即便是这样的，但应该呢越来越圆满的第一次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即便有多么不圆满的，但是最终必须要越来越圆满。但这也是我们这次讲解的主要目的。比如说我们平常在修的过程当中，像有些在修加行，甚至以后我也相信也有很多人修加行非常非常好的，按照历代传承祖师传统修法，先修完加行再开始进入正品的。但至于修学加行呢，可能还需要了解一下这个道理。因为按照前行教义共同外前行呢，当导师，比如说当时在一位导师身边的呢，一步一步传讲拜日修学的，仅仅共同外前行，也就是实验立法，需要100天闭关，方能修学下面的法的。但是有些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的，因为如今呢，也有很多弟子也在做拜日修，就是共同外前行的拜日修行的。但是有些人呢就觉得，像我们平常呢一讲解共同外前行和不共同内前行契合到一起传讲，是否这不符合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呢？但结果呢，我们可以讲解一下这些秘义的。因为当时上师曾经也说过这一点，按照历代传承祖师的观点，共同外前行必须要拜日修行，因为共同前行呢很重要。当然你的根基是上等根基呢，当下就能悟证见解证，
在知受智慧的同时方便已经圆满，就不需要再讲解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一切都已经圆满了。但是对于次第根基来说，它必须按照次第方式来承办解脱。那这样一来，前面死眼力法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没有死眼力法的呢辅助的，就是他的这个呢基础，那承办解脱恐怕形成了最大的障碍。我们先举个例子，即便你对法理解有多么深奥，但是没有共同外前行的辅助的，恐怕在修行的路途之上就不会精进的。一不精进，智慧无法增长的，智慧不能赤裸的话，永远达不到解脱的。所以共同外前行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由于这些缘故，历代传承出世告诫所有的修行者，共同前行需要百日修行的原因就在于此上。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座的很多很多恐怕共同外前行没有百日修行过的，即便修行过了，至今也在修共同外前行，但是没有了特定在某一个时间专程修共同外前行，比如一百天周足一百天的时间，在某一个古刹每某一个来了猫棚某一个山洞里头的闭关了一百天，恐怕我们没有做过的。但这个呢，到底需要做还是不需要做的？当然条件允许的前提之下，我们这两天一直都在传讲共同外前行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平常由于懈怠拖延时间等等，与精进相违的一切事迹的主要还是来源于对死眼力法的呢认识浅薄的。若要是对死眼力法的认识要深一层的话，我相信你不会拖延时间的，我相信你不会来呢会懈怠的，甚至呢越来越精进承办解脱就不会很遥远。所以精进是非常非常重要，但它的前提共同外前行更为重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我等历代传承祖师参盖而已，历史上呢，它近代时期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曲折，也就是呢，在昌格阿日，也就是我们的上师南无阿弥陀佛的上师昌格阿日这个时代产生的。因为当时由于呢时代的变化，好，就产生很多很多人呢，条件不具备的因素的。比如说，当时昌格阿日曰：“若呢，你一个时代，上师有时间的，弟子没有时间的；弟子有时间的，导师没有时间的；导师弟子都有时间的，但在某一处好好想了以前般讲法传法的环境条件不允许的。由于多方面原因，就导致成什么呢？昌格阿日时代开始把共同外前行和不共同内前行契合到一起修学的，就是为了一种方便，但这并不是亲实共同外前行。上师曾经在众多法会当中呢时时讲解这个道理的。因为要不有时候我们产生一种的疑惑，为什么有种修法是这样的，有种修法是那样的，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何处的？实际上呢，调整内心承办解脱之法也应该是一如的，那为何各个导师传讲的风格各有各的特点？即便是一个传承，但它的来源就在于此上。要是懂到这个道理，我相信可以解开自己内心的疑惑的，就像刚刚所说的就是这样的。但不管我们以后能否来百日修行共同外前行，还是和不共同内前行契合到一起修学呢死眼力法，总之死眼力法是承办解脱无疑之基础的。若要是离开死眼力法，恐怕你修什么法很难有成果的时候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前提我们是次第根基，刚刚已经说过，若为灵根者，像禅宗慧能大师般听得《金刚经》一无所作而生起心的时候开悟的，像第二祖慧高大师般的呢，达摩祖师问他：“你把心拿出来，我帮你安心的时候，翻过来看心呢，就当下无证的。”像类似这样的现象，像呢我们历代传承祖师，波姆彭果摩老人，在白若藏念。尊者前听闻上述瑜伽七天就获得红光身等等，像这样的上等根基，当然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事情。当在呢圆满智慧的同时，方便已经呢圆融，
但是作为次第根基，我们不得不依靠方便来承办智慧。当然当时方便也不是呢单调性的方便，它也是契合着智慧，但是相对来说可能着重于方便契合着智慧承办是次第根基修学，而着重于智慧而树立着方便承办解脱，这可能是上根子的修法，但这个根据个人的根基来树立的。但呢有时候难免在讲解这些道理的时候，无意识当中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说我就是方便教授者呢？我是一个次第根基修学方便教授的，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形成？不是什么原因，而是我们殊胜的因缘，就是习气沉重、烦恼沉重的缘故所致的。由于习气、烦恼沉重的表现在于何处呢？信心不坚定，乃至多方面呢，像比如说福报等多方面条件不成熟，这就是呢我们的根基太低的原因，是次第根基的原因。但这些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单纯从信心的角度来说，我们虽然说我们的信心很大的，但实际我们的信心真的经不起什么考验。记得我等答案根本上是南无阿弥陀佛曾经在讲解密宗的时候，每次一谈到根基就会讲解这个公案的。我相信这个公案我以前讲过很多遍。安宗主根满呢手里拿着一个婆鞋，说我今天抓住一只雪狮的。当时下面的弟子们想的，刚刚这位导师呢非常正常，怎么一下子糊涂起来？手里拿的秘密是一个婆鞋，怎么变成雪狮呢？当时安宗主根满说，你们刚刚不是说对我有很大的信心，尤其是从后掌到前掌来夜间我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们是挺有信心的，但是这种信心还是经不起考验的，还不能说很坚定。所以由于不坚定的缘故，我们刚刚说示范的这个呢就完全落入出自己信心不够的地方的。所以若要是你们真正的信心具备的话，恐怕呢他手里看见的就是一个学识的，即便看不见学识，你也不会把过失推在我的身上。你会想，由于我眼根不净、业力沉重的缘故，所以我今天看不见学识。但呢，实际上是自己的原因，但实际上可能这个婆鞋就是个学识，但没有一个人这么去想。这些充分有些可能说，可能就是由于理解上不够的原因的。不，当自己人呢时时站在最高的立场之中，不管口里表达还是心中去想的，这时候呢已经完全超出信心的范围。信心应该是在很低处的。好，可能有些会想，信心要是低处的话，无缘信心不是平等的吗？那即便是平等也不是高处啊，也不会站在很高的立场给下面人说话的。好了，所以我们先前的信心应该在很低处的呢所描述的一切，但这个是发自呢肺腑里的心的，真的呢内心当中有这样的清净心。所以从这些角度当中去观待，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呢还是经不起考验，就是由于这些缘故，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方便来承办智慧的。这不是由于我们这个传承必须要这么传教，因为呢凡是所有一切教，就是佛教所讲解的一切教义，它不是教条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针对你的根基而树立，它并不是那种一种是也是这样，不是也是这样的。那要是这样的话，可能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说法是对的，他也能做得到，但是从另一种人来说恐怕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他做不了。但是我们所传讲的这些呢都是针对根基而立的，因此一切都适合于自己的修法，所以要懂到这些才对的。要不有时候无意当中难免会产生一些高攀的意识的啊，我就要这样那样的。虽然呢并没有觉得上师的讲法不对的，但是总觉得自己应该要修很高的法等等，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什么？恐怕是信心还有些不足的原因所致的。你的信心一旦呢足，再加上对法的理解已经圆满的时候，我想可能不会这样来的。所以这些道理都得懂的。那这样一来，只有我们这次讲解深者研究的重要性，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虽然我们平常也在这么做的，比如说也在观
共同外显是观人生难得，生命无常，轮回过患，与业之因果。甚至呢，由于我们平常呢看的教研也不少的，像圣者言教、菩提道次第光论，要不像千行必往路，以及呢，育儿宝藏库等等等等的，都已经看过不少了。但至于上面所讲解的共同外显性，乃至不共同无家时，也看过不少的，甚至有些也修过的，所以有必要再去听一遍的嘛，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上的了解不一定你内心已经变成文字的，我们先前需要的是一次两次三次把文字上所描述的一切教理纳入到心相续之中，自己的内心已变成基本的教研的时候才算圆满。在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之前，书是书，你自己是你自己的话，那即便你说从书本上懂得多少教理没有丝毫真理，因为我们需要了解的书本上的这个教理早在2500年的时候已经在世上，但是如今我们还在轮回之中漂泊，书本上的教义若自己没有心相续之中没有纳入到这些教言，恐怕对自己来说没有丝毫之利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面前堆满着呢水和干粮，但你手不去拿它的，那我想呢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是渴死和饿死的。光在前面有对你来说已经没有起到作用。所以说我们不单纯在文字上了解一个共同外显性，而是把共同外显性完全纳入到心相续之中，自己已变成共同外显性。因为它的标志是什么呢？时时都在修法之中。当然我们把修法分为坐上和坐下两种，坐上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讲解坐上怎么去用功的，坐下的时候由于具备共同外显性的原因，时时能提起真言，这种真言叫改造一念之真言。由于有了这个真言的缘故，所以不管你所从事的事是时间的事，但是调伏内心之真言永远存在，这两者之间不会产生什么矛盾。但先前总觉得两者之间好像我要做这件事情，好像和这件事情呢无法融洽到一体的，但这也很正常。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不熟练的，虽然你对佛法有所了解，但说了解的是字面上面的解释，但和自己的内心对比完全是两个，他就是他，我就是我。就是由于没有熟练的，两者已达到一如的地步的，所以在时间的时候的还需要刻意去创造。好，这一段时间当中好像就说法无意当中又会就是往事的原因就在此上的，所以建议这些还是挺重要的。但这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在想，不管平常在修法期间还是呢晚上睡觉之时也在想，共同外显性非常重要。因为共同外显性就是改变自己的内心趋向正法的唯一的一个途径也好，一个门。因为原因在何处呢？若要是缺乏共同外显性的话，即便我们对三宝的信心虽然没有什么退失的，还是对三宝的信心呢还是有信心的。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来源于殊死的因缘和今生的佛法有所了解之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我们殊死有这样的因缘，但是从我们的习气角度来说，恐怕不好的习气远远在呢好殊死有善因的上风的，这时候难免会产生很多懈怠的现象。就像我们同平常的时候一般的有时候说我今天早上本来是呢要修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法，但是由于我今天早上突然头痛了一下的，因此为了照顾自己的身体我就没有修成法等等。细致想想，若要是真正把无常观已经纳入到心相续之中的话，这个头痛还算病吗？今天要是真的从人间消失的话，这个头痛已经不是什么病了。但是我们又有什么把握当在头痛的时候就不会离开这个人间呢？所以从这些角度当中观待，我们从对共同前行的理解还是很不圆满。
所以希望呢，平常对共同情绪还是要多修修的。但这个修行，你可以在坐下的时候多看看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教研，也可以在坐上的时候呢，用剖析调伏妄念的方式啊，运用到修行当中的。比如说说，在修上师瑜伽导修的时候也好，要不在念诵啊一些本尊心咒的时候，中间可以掺杂于剖析调伏妄念。比如当时在观想一些人生难得。啊，难得之音也好，难得之数也好，难得之语的，哎，我们可以去观想一下。那如今我已得到这样的人生，那心里会产生一种喜悦心的。但这时候更加想到，我要把这个人生投入到修法之中去，承办更好的人生，更好的这样的人生，而不是呢，那已经得到这样的人生，就在这上面去消耗这个呢福报。这样一来，未来等待自己的可能就是痛苦的。当知道呢人活到这样人生的重要性以后，继续观想无常的啊，无常顺势都会降临在我的身边。可能呢，由于舒适的一些呢善因，以及呢当今很多高僧大德乃至自己上师的加持，我先前虽然没有遭受什么很大的灾难，但这不一定呢，我身边不会产生灾难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今天在世上多少家庭真灾难呢？啊，哭哭啼啼遭受着痛苦的，啊，有时候我们单纯从快乐的角度当中来看，从电视上哪个人卫视这个台那个台啊，这边在跳舞，那边在唱歌，好像这个世上永远没有痛苦一般的。但若要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多少众生的呢？看到这些场景，对他来说已经是了更大的打击者的，有多少家庭的？这个虽然没有暂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迟早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是特定的事的。所以这就告诫我们，不要来了仅仅短暂的这个来显现迷惑我们。好，就觉得我要这样永久就是这样的，因此好，大概修得了就修，修不了就不修的。当灾难降临在身边的时候，才想到我应该要这样这个，那时候已经呢来不及了的。比如说当有什么病痛的时候，你再来坐起来修法，由于身上的这些疼痛让你静下心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在般若心经的以及金刚经当中说，过去的心不可得，现在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得，但是等疼痛在自己身体某一个地方呈现的时候，过去的心呢可得，现在的心更可得的，因为在某一个地方在痛，可能不是不可得，甚至你在呢心目当中好树立一个来形象，说一切都是空性，在空性的同时，你会觉得空性也那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疼痛正在侵犯着你的心的，那时候感觉不会像现在一样。由于我们的境界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地步，所以说先见开始修学的。不要来了，众人们永远是今天一般，无常顺势都会降临到我们的身边。因为这两天，像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在念经的时候，又从某一个地方呢打过来电话说，他父亲昨天晚上已经去世了，能否为父亲做个超度的？啊，又了，要不又来个电话说他们家里哪个亲戚今天又已经去世。所以每天听到很多很多人都在呢消失的。但这些虽然是他人在消失的，过两天可能就会轮到我们要消失了。到达这一时刻的，可能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懈怠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没有丝毫之利益的。一个成熟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真正的目的的。那么细致问问自己的，若不是为了永恒不变的快乐，所做的一切说是有目的，这个目的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当临终降临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的。不管先前地位有多高的，物质条件有多么丰盛的，甚至呢所有一切有多么好的，到达这时刻一切都会结束。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过一个朴素的艰苦的生活的啊。由于为什么？因为物质条件有多么具备，临终的时候呢一切都会消减，但不是这个，你可以照样去过的，但是不要过分去执着的，应该抽出更多的时间去修法为妙。
不要真正为了这件事情呢而活着的，因为达到什么时候呢就算圆满了。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甚至在很多经典当中说佛陀是福报最大的一位尊者的，但是我们平常佛陀出了家以后没看见佛陀身边的，就如同在家的时候搬了那么多金银珠宝的，用那么大的呢宫殿的，用那么多的呢就是佣人伺候着他的，没看见什么。因为真正的福报，因为佛陀在内心当中已经满足的，而甚至要是呢由于内心满足的缘故，只是说实在没办法的前提之下，乞丐他永远是乞丐，所以不满足他也乞丐的。所以如同这个般的是一种来强加的压力吗？不是的。因为禅宗有一句话就叫若人是德行大地无尘土的，你要把这个呢就一般的土石变成金银珠宝的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佛陀来说已经满足的，只是呢就是真正的金银珠宝对他来说和土石没有丝毫之差异，所以就叫做呢最有福报最大福报者。就是说内心要是没有满足的话，那我相信在修行的路途之上永远没有修行的时间的，因为就觉得我也还要去办这件事情，还要办那件事情等等等等。因为以上所传讲的都是共同前行的重要性以及方便法的重要性的，因为这一点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传讲，这些呢都挺重要的。刚刚已经说过，由于这样的呢提示方便重视方便的目的是不是由于我们这个传承是这样讲解的所以必须要这样去做，不是这样，而是由于我们根基只能做到这一点的缘故，若要是过了这个范畴的再去做更高的法恐怕我们做不了。就好比像呢一个呢真正有经验的人，外面有200斤重的东西放在外面，这个要扛到你家去的，外面有经验的人呢就告诉你你先前能背多少斤重的，他你要是背100斤重的话，他不会来强行让你背200斤重的东200斤重的呢东西背着走，因为别说背着走，当他扛在你肩上的时候会造成很不好的结果，所以他会告诫你啊，分成两半的，一次飞100斤走，可能需要走两次的路，要走两次的，但即便怎么呢，两次以后你可以把这个呢就抬到你家去。若要是不听从这位有经验老人的话者的，他想一次性把他背走，当然一次性能背得走的话走一次就能到达，那时间呢比如一次性是10分钟，两次性是20分钟，那一次性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就能到达，就不需要再走10分钟了。但是先问的是你能不能扛得起200斤重的东西的，若要是扛不起的话，即便你在旁边怎么去呢绕中来去思维的，终究抬不动，这别说是这200斤，连1斤也抬不到你家去的。这个好心的老人如实安排的目的，不是说由于他的这种做法必须要这么去做的，每次只能扛100斤，而是由于你的体力只能做到这么多的。他可能也会告诫有些像大力士的念一个就是力气很大的人啊，让他一次性扛走，甚至有些可能呢一次性只能背50斤的，像一些女性他可能让他背40也有可能性，但这个根据呢个人的体力来背多么重多少重的东西的。我们先前的修法也同样一个道理，时时都在讲解不能高攀，个人不能高攀的原因就在之上。我等历代传承祖师无垢光尊者也曾经说过，自心与法不能容起，则无法调顺返到原地，也就是说当自己的内心和法不相应的时候就不能消尽自己的烦恼，功德没法增上。类似这样的现象我们时时都在传讲，比如说达摩祖师出使到汉地的时候，了无地安排所有的
韩生都去听了天主喇嘛的教演，当时达摩祖师呢，将军不用口，也不做表示，心对心的方式印证了明心，就是禅宗的人呢思想薄弱的，但最终没有一个人开悟者的，对这个法理解者的。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法虽然很高的，导师功德虽然呢很高，法虽然很深，但是由于底子根基不够的。就好比像刚刚所说的，外面两百斤的东西呢，哦，它这个呢，可能里面装的都是呢很珍贵的东西的，当然它也有两百斤东西，但一先前一次性只能扛了一百斤东西，所以必须要走两次，没办法，就不是由于我们这个，哎，我们这边的扛法是这样，不是我们这边的扛法的，只能这么扛的，因为我们没有力气啊，所以要懂得这个。可能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讲上师瑜伽导修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座的大部分人的心目当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也觉得这次上师在讲法期间明显的体会到，一直都在讲究方便的重要性。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这两天说过，今年冬天由于我身体的缘故的，所以我也在不同的地方，在看病的同时也接触了不少的居士和出家人，很多很多都在修行的，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也听到很多很多呢，啊，自己内心非常满足的一些话语的，有时候也遇到很多很多呢，不圆满的一些现象，但多数来源于什么呢？就是轻视与方便，尤其一听到密宗的时候，大部分就会把方便搁置一旁，甚至有些呢，也狂言的一些呢，话语。来传递人呢，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一些来道理啊，就说作为一个修行修持无上巧觉大圆满的，甚至修学禅宗的见解者，那我们绝不能以方便去承办智慧的，方便必须要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完全失去了真正大圆满的特色以后它的本意，所以必须在完全没有了执着的前提之下，因为大圆满真正见解就叫超越言语之见解，完全超越一切习论当中承办之行的，说是这样的，但能做得到的吗？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呢这边的要求是，不管这个人呢女性还是男性的，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我们这边的要求是一次性把两百斤的东西背回到你家去的，我们这边的要求是这样的。但是有几个人一次性就能把两百斤东西能扛走？一旦要是扛不走的话，那我们说你是无缘的人，或我们这个家族没关系的，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像这道家族没关系还好说，这个家族进不了，那个家族还可以进，但是和护法没关系的话，那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就是痛苦啊。但是有些佛教也不是这样讲解的，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曰，所有一切众生的本具有如来藏本，因此没有一个无缘者的，至于修学过程当中这个缘分根据个人的条件来定夺的，因此传递了八万四千个方便道，所以这些道理都得到懂悉的。其次呢，我们不得不依靠这种方式去传讲，如今也有很多很多导师在传讲过程当中也告诫弟子们，先从家行开始做起，家行必须得修完再开始修学呢正行等等，像我们的这个呢平常的要求也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呢要求是这样的同时也告诫做弟子的，因为也有一些弟子，比如我们先举个例子了，家行是一个数量庞大的这么一个法，但不是人人都能修得完家行的。我们先举个例子的，在高原地方呢，说是全民族信仰佛教的，那高原地方呢，恐怕，当然了，导师们传讲过程当中，行为符合了小乘教法，思想符合大乘教法，见解要符合密宗的。那从见解的角度来说的，都在讲解密宗的。那请问，若这是密宗唯一的呢途径，高原地方所有的信众都修过加持吗？没有。那不是修过加持的话，那高原地方的导师呢都不去呢让他们夜见这些导师吗？不是的。那怎么去传递呢？根据他的条件，
能走多少算多少。如今我们在汉地传递这个神圣，也就是讲解这个教言的时候，也同样一个道理，能做得到的弟子们呢，尽可能去先从家乡开始做起，必须这样的。但是有些条件不成熟的人，当要是修不了家乡，可能就会放弃修学密宗，这时候又会触犯十四条根本誓言。因为已经对密法升起信心，还让他呢进入下层派的话，会触犯十四条根本誓言。那这时候怎么呢？那我们又从另一种方式来引导这位弟子。作为导师，因为我们曾经说过，我等答案根本上是喇嘛仁波切约，一个导师为弟子们传递的呢佛法的时候，若讲出一句共同之法，如啊三界众生眼睛之罪啊，那他的错与对以什么作为标准？以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作为标准的，要不来自于自己的口中呢，我们的思想是非常非常散乱的。他可能今天是这样，就如同呢如今科学所讲解的，今天说苦瓜来了对身体有很好的，明天说苦瓜来了就叫让你呢比这个苦瓜的名称呢还会更苦的了，有不能吃的，到底吃还是不能吃的，他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尽可能要懂到这些道理的。在一切条件不允许的前提之下，就是说时间的条件主要是，但时间条件不允许，其他条件呢，尤其进入密宗的时候，为行行好呢，质量条件绝不能呢欠缺的。一旦欠缺的话，即便你时间有多么充足，也没法成为密宗的弟子。成为密宗弟子唯一的条件就是行心和福，就是积累福报。那就是说，由于有时和时间的原因，可能有些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就用另一种方式来告诫这些弟子们怎么去修学。所以不管怎么去修学，都是为了消尽自己的烦恼而成盘解脱，这之间没有丝毫之矛盾。因此也不需要了呢说我是这样的，你是那样的，为什么我们两个之间产生这样的现象？但这可能是由于两者之间的条件有着很大的差距的。好，但这些呢当然也是一个课外提到的，但这个对我们以后的修学也能起到一定的那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这些道理也得通达一些。就是这样的道，那这样一来呢，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讲解了圣者言教。那圣者言教呢，我在书面解释的同时，因为最终也会把一切法义都归纳到我们平常所修学的呢好法当中的，这样一来就不光是口中说密宗是万法是一直巧诀，但实际上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法的。所以这次呢我们一直都在讲解圣者言教的重要性，因为这部教言相对来说比其他的教言更多一些的，里面呢所传讲的道理呢也讲得更细致一些的，也知道我们需要去学学的，真的是需要这样。因为我等答案根本上是喇嘛仁波切呢曾经告诫我们，初行者修行并不重要，先要知道该怎么去修行的。因为这个修行呢它不仅仅在桌上桌下反正呢试试怎么护持自己的内心，首先要知道，并且来观待自己平常所做的称之为善法还是呢恶法。那不需要谁来给你指点，自己可以为自己做辨别了。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曰，自己是自己的主宰，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是需要一个导师的愿来给我们指点什么方向，但是紧接着能否往这方向去走完全取决于自己。因此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曰，我为你指一条解脱之道，当知解脱还是依赖于你自己。前面导师给你指一条路的就是一个正道，怎么去承办解脱，
但至于能否承办解脱，关键还是在于自己，所以要把这些道理铭记于自己的内心。那总的来说，今天早上我一直都在想，今天早上我们还没有讲解这部法之前，应该要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因为这一段时间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就告诫所有的信众们，因为我们应该时时观想无常，别天天想着我今天这么快乐，可能一辈子都会是这样。当然若要是呢反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都会说我一辈子都会这样的，因为有生有美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一点我们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懂这个道理了。但是为什么以前都会说，但真正的这个道理如今还没有真正明白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以前所谓的明白，只是在喉咙以上已经明白了，因为他会说一个明白这么一个词的，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有一股来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俗世的呢，不好的习气也好，贪嗔痴烦恼业障的呢，蒙骗着自己的，真正我们并没有了解的，所以在无意当中羡慕着轮回的，羡慕着是自己先前所具备的一切条件，迷于先前的生活当中，可能会这样的。这时候应该加以修无常观的，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以后的修行会越来越很好，尤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修行变成一种乐趣的。这两天一直都在说，当修行没变成乐趣的时候，你这个修行呢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我们先举个例子啊，以后在修的过程当中要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当修行没有变成了一种乐趣，修行而修行的时候，尤其这种修行变成极端的行为的，这个人呢过一段时间这个地方就不正常了，是决定会的。修行一变成一种乐趣的时候，即便你怎么精进去修法，在他的内心世界当中永远是快乐的，因为他不会往极端的方面去发展。这种呢修行它不叫做极端，乐趣当中的行为它不是一种极端的，乐趣是一个放松的心态的，即使要所做的一切不成为极端的。极端是什么呢？没有乐趣，为了他而去他，就变成一种天天去想着他的，轻者抑郁症，重者精神病的，是吧？结果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当你为了在比如从事一件的事业的时候，这件事业对你来说是非常的乐趣的一件事情的，因为当时你是为了这个目标的，但是在创造过程当中都是一种很快乐的心态，那即便你怎么去努力，这个人呢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人，尤其是过程当中也不会有很大的烦恼的。但是尤其把目标当作是把结果当作自己唯一的目标的，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工作而工作达到这个目标的，好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时间本身就是变化，好的时候很快乐，坏的时候很痛苦，所以一切都呈现在他的颜面之上。尤其是这种思想达到极点的时候，完了不管后面的结果是好与坏的，这个人疯了。修行也同样一个道理，要记住这一点，修行必须要变成一种乐趣的。但乐趣的前提是什么？首先要知道什么叫修法，修法对我们今生能创造多少条件。虽然我们都说我们修行的目的是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的？你对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认识的？是仅仅口里说过西方极乐世界可能是个好的地方，若要是呢仅仅说是个好的地方，可能是舒适的因缘逼着你来了，趋向于修法之中，或旁边很多金刚道友在一起的时候无意当中进入做佛门，实际上你对这个理解还是不够圆满，所以在修的过程当中没有很大的乐趣的。因此为何修行已经别说是他的生活一部分，全部连一部分都算不了，有也行没有也行，原因是什么？对佛法不理解的缘故所致的。
所以我们平常也看见很多很多的，但这也是一个心理学。平常看见很多很多修行者说，修行者很容易会诸火入魔。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是永远不会诸火入魔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一，修法能诸火入魔的话，那创造这个佛教史上第一祖师释迦牟尼佛应该是诸火入魔者的，没有的。历代高僧大多都是能遵照释迦牟尼佛的教义而成就，这是诸火入魔者的，也没有。这就说明修法正法不会诸火入魔。若要是呢非法的话，什么叫非法呢？不完全符合历代传承祖师的教义。虽然说是我这是一个佛教，打着佛教的人的旗号之外，实际上运用方法完全背道而行。这时候再加于一些刚刚所说的这样的思想，完了决定回来了，产生这样的现象。甚至即便自己认为是一种修法，但要记住，修法前提必须是一种乐感，我们平常所说的法喜。若要是有了这个，修行即便有多么艰苦，对他来说应该是最快乐的事的。当时我在好多好多年前，有一个居士说，他以前有个同事的，在没有进入佛门之前，可以说他们两者之间平常不管是打扮的还是呢反正时间方面的一切呢，他的朋友呢可以说多少比例呢超过自己的。但是当一进入佛门之后，就什么都不需要，平常呢也穿得非常非常简单，吃得也很简单，住得也很简单，就是为了修法。说是什么原因？当然这样呢可能有两种，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真正对佛法有所了解的，甚至也已经知道修法的重要性，即使啊我们看见可能他是这样，但是他内心世界当中比以前打扮比全世界打扮的最好的人，他今也没法对比他离天休息的心态，因为他已经真正知道人生的价值和以后该怎么走的方向，所以在创造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该是非常喜悦，所以这个不能用我们的眼光去看待他的。另一种方式呢，因为很多人认为休息呢那应该要吃素的，穿一些破衣服等等，要是仅仅为了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休息而为了修行，这个时间决定长不了。尤其在极端一些的，也就是说白了再精进一点的吧，努力一点，完了出来就是个疯子，决定是的。所以有时候呢很多弟子说他要到某一个地方去修行，他呢来修行的时间准备要修多长时间？因为以前我当然会非常非常赞叹他的，因为没有人来经历过那么多的，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可以说是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世面，所以不顾理解很多的。即使只要说呢长时间在一个古刹幽静山里修行的话，我决定会呢举起的大拇指会说非常了不起的。但先前可不能这么说，我先前不会这么说的。先问问你对法的理解如何的，尤其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修行是一种乐趣还是为了修行而修行？因为若为前者，那我们不谈时间，你怎么去修学，不要说是三年五年十年而一辈子在那呢，一个三动力修法你永远不会诸火入魔。若要是后者这种思想的，别说是三年的三个月，恐怕很危险。所以这些都要懂事啊，要懂事的。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寻属相承办解脱这没有什么过错误，是对的。但是
不陪同自己的根基，而极端的呢思想和行为去创造这个目标，恐怕是一种违约和障碍的。这个决定会是这样的。好嘞，那这样一来呢，就像刚刚所说的这些道理呢，当然也非常非常重要，要时时铭记于心中。所以要让自己内心产生的这种快乐修法的这种呢乐趣的，当然共同前行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非常客观。比如说从无常的角度来说，它是客观的定律，不是由于我们给它添加一个这样它就是这样，不加它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它是客观的定律，谁也改变不了它的。不管你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还是信仰其他教的人，还是没信仰的人，无常永远在你的面前。不管你理解他还是不理解他，不管你信任他还是不信任他，不管你信任他而精进修法，还是不信任他不精进修法，总之无常是客观的定，永远在你的面前，永远就在你的身边。那这样一个呢，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不提前去想它呢？若要是提前去想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就知道这个人生的价值的。因为观想无常的，当然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不是为了消极悲观，也是要反正迟早要得死的，所以怎么死就死的呢。因此我也不追求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乐趣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一点点理想的，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观想无常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更加珍惜这个人生，在余下的时间当中尽可能进入到呢有意的修法之中去。当然这个有意或无意的呢，从时间人的观念当中来说，他不会觉得修法是一个有意的，他觉得这是白白浪费的呢，粮食白白浪费时间的一种思维的，当然是不懂的缘故的，不懂的缘故的。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不谈很多，大概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些道理，所以要铭记心中，这些都很重要。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讲解结合光明金刚经要共同前行念诵之樱桃笔记甚至言教的。这个前面呢还没有把念诵仪轨放在前面，因为我们若要是有修加行者的，甚至不修加行，平常的也按照前行仪轨作为自己呢平常的功课，就是功课者的，就把这个呢前行念诵仪轨作为自己一天的功课者的，等这个我们也有一个在育儿宝中库前面可能有吧，像比如说引体派，像尤其无名佛学的很多人呢修行导师们呢传讲的这个呢加行修法，他的念诵仪轨主要是风人不清著述的呢开山解脱道的，这是一个念诵仪轨的。但是他的引导文呢可能来源于花智人不清的教言，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也好的，普贤上师言教的，以他作为引导文。但这里头呢我龙山派的念诵仪轨是龙山宁波亲自著述的，在初学育儿宝藏库呢内部教研前面我已经把念诵仪轨呢放置在前面了，这就是呢念诵仪轨的，是龙山宁波著述的。但这个呢他的解义，也就是说他的引导文，念诵仪轨同时如何观想呢，按照这个上面而做的解释，是历代龙山派历代一位高僧大德金门东阿等正著述的，就是这个甚至言教。因为懂到这个呢目的在于何处，像比如以后修加行的弟子们就这样来了，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记得去年阿松活佛在养心时讲过一遍育儿宝藏库呢前行部分的，因为育儿宝藏库它本身是前行直段和顿超呢都结合到一体的，虽然文字不是很多的，但是里面也把机要的部分都描述得很详细的这么一部教研。等呢后期阿松活佛在上面讲过一遍呢前行初学育儿宝藏库呢前行引导文，那这时候
严嵩衣柜呢也在那个上面，但这个呢比那个更呢，初学幼儿保障可能更全面一些的，更广一些的。那所以我们以后在修家训期间呢，就要遵照那个严嵩衣柜来送。所以观想的时候当然要结合到这个。那平常在修上述瑜伽导师期间，当然我们在下面所传讲的一切都没有离开过上述瑜伽，因为上述瑜伽呢仅仅是方便我们把它分为前行之前行、入座前行、攻破外境行、念诵一股回响。比如说警觉坐一下就要开始讲解法身，那入座前行呢，身要起止做法的同时，主要讲解的什么呢？是一要法菩提心呢，还是讲解法身呢？那后期共同外前行，在共同呢，外前行，观人生难得，生命无常，轮回过患，一叶之因果当中，平常修上述瑜伽也同时圆满。那么修学正品呢，上述瑜伽导学期间如何圆满所有的一切？下面比如皈依啦、法身啦、金刚萨埵啦。还有了古满禅上述瑜伽都可以结合到一个法当中，但这是后期我们要所传讲的道理，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道。好的，南蒙古人的万扎根呢，南蒙古人的万扎根，南蒙是顶礼的意识的，啊，古人的万扎根呢是上师本尊的空性的意识的。那这个呢，顶礼，首先我们要知道，光从顶礼呢，从文字上有所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应用起来。我们所学的理论呢，不是仅仅从口上能表达出来就算圆满，当然不是的。口中能描述出来的，即便你说的有多么好的，若要是运用当中呢不能去做的话，最终呢还是个零。所以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既要懂到这个教理，还要呢去做这个教育。我们先举个例子，顶礼那总分为几种顶礼呢？顶礼总分为里外面三种顶礼，它概括了整个修行，从因地到果位之间的整个的教育，都在顶礼当中概括的。就是说，我们单纯学顶礼，从因地到果位之间的法，是否在顶礼当中圆满？圆满，也必须要这么去懂。要不仅凭我们以前所理解的顶礼，就会变成什么呢？以前我做过顶礼，就是好多年前，因为当时我修家训的时候，五体投地之进行是顶礼，七万没有什么可顶礼的话，那从那时候开始，顶礼就已经没什么，顶礼已经过去了，从此以后就没有这个顶礼的名称，因为你不再做的。实际上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次在调伏内心的整个过程当中，整个方面都没有离开过顶礼的，只不过是我们以前对顶礼不了解的缘故而已。因此顶礼要分为里外面三种顶礼，刚刚已经说过，它概括了从因地到果位之间的整个过程。比如说经里头有一个人说，我要学顶礼承办解脱，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因为我们先从外向顶礼，内向顶礼，迷向顶礼就是佛的境界，因为它顶礼已经概括了一切，这就叫做迷宗。它不单纯是呢文字上面的一个解释的，还要讲解运用过程当中怎么去梳理。那外向顶礼呢，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五体投地之进行为外向顶礼。所以我们平常在顶礼过程当中呢，也有时候方便知一些知识也挺重要的。因为以前米兰日报呢有一次在大众呢来传法期间，下面来了一位弟子，看着他的顶礼知识就知道是本传承的一位弟子。所以我们平常也要懂到这些知识。按照我等答案根本上是南无仁波切平常来要求外向顶礼五体投地的进行是怎么顶礼的呢？首先呢，就立起来的时候腰不要弯着，还是要直着身体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教员当中说，如今很多信仰佛教徒，尤其是驼背的，但如果从信仰佛教的角度来说，他应该是呢很有福报的人，不应该来了生出来就是一个驼背的。为什么说呢？从不如法的行为当中说，往昔在磕头的时候，可能呢就弯着身体呢，身体不直的缘故，所以形成这么不好的习气，未来的时候就长成一个驼背。
好，但接下来呢，只是告诫我们和五代弟子修行过程当中，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知识，都应该要做到圆满式的。啊，上师曾经说，按照我们这个传承呢，平常磕头的时候，第一身体直起来的同时，首先把呢两掌呢，就两手合掌放在了呢胸前，但这目的就是为了，静观归真的这么一个前行，因为他还没有进入到五体投地的进行之中，所以他只是在磕头的时候把两手合掌的呢置于胸前，就是为了呢想起归真。因为归真呢，它有从容性归真，有成念性归真，有珠宝性归真。但是我们通常自己在家磕头的时候，我们主要以珠宝性归真，因为什么叫珠宝，也叫摩尼宝性归真。摩尼宝它是一切财物之精华的，因此祈祷摩尼宝能赐予了世间的一切财富的。好，上师如同摩尼宝般的，上师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总集的，所以当在磕头的时候，把上师呢一尊观想在自己的对面之中，称之为摩尼宝性归真，就观想一尊佛即可。因为上师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总集，当然前提我们必须要在内心当中认清这个道理，上师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总结，而内心带着一种分别心，我是对上师呢非常非常有信心，非常亲切，但是上师就是上师，与他人无关的话，我想得不到呢诸佛菩萨的加持，由于你信心偏袒的缘故。所以即使我们的信心这个大门必须要敞开的，因为上师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总结，因此我在上师足下坐定的，因此把两手置于胸前呢，就想起这个归真，主要是珠宝性归真，摩尼宝性归真也叫做。但是后面还有从容性和成念性归真的，但后期在讲归开始呢，我们会讲起，但这是通常我们磕头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吧。好，五体投地，现在呢想到归真了。第二呢，好，两手合掌置于呢头顶的，头顶，第二放在了后肩，第三呢来置于呢，心肩，在五体投地的，两个手、两个膝盖和头置于地，就置于地，就是五体的，这就算一个头的。有起来的时候就像刚刚一样的，现在呢两手合掌置于胸前的，由向归真，由今接着开始磕这样头的，啊，就是这样的。若能呢契合做观想的话，那就把两手合掌呢置于头顶的时候，观想消除生理业障，消除生理业障，得到宝瓶观地，获得上师生金刚即化身之加持。好，后肩的时候消除余的业障，得到秘密观点，获得保身之果位。身肩的时候消除心的业障，得到智慧观点，获得上师以金刚的加持即化身果。五体投地的时候吸气业障，得到自行身果位，就是消除一切业障，得到四种观点等一切的跟随着呢，五体投地而去做的话，当然是最圆满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由于磕头太快的缘，一个一个想的就觉得非常复杂。但应该也有这样的印象，印象不代表一个一个去想的。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第一次你在叫母亲的时候，可能要知道为什么要叫母亲，母亲要具备什么样的呢？条件才能称之为母亲的，懂了以后，后期再讲母亲的时候，你还得想一遍母亲要具备呢这样的条件吗？不需要，已经有了这个印象就够了。好嘞，所以我们前面呢就懂的时候要去这么去了解，做的过程当中有了这样的印象即可，不需要一个一个去想，那这样呢磕个五个头就不想再继续往下想了，就很累很累的感觉啊。这是五体投地，外向地力，五体投地之进行，这个呢已经懂。尤其是在磕头的时候，像比如说
心不专心的，有时候眼睛呢东张西望的，里边靠着有时候两手合掌的放在自己的脸上等等，这些都是不如法的行为。所以在修行期间尽可能做到心表善的，尤其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在没有他人干扰的地方去做的，即便有时候到一些寺院旁边也有些很多人，但这时候就不需要再去呢让心外散。好，看见眼睛什么境，这一段时间能否把心收回来，不管看见什么样的境，听到什么样的声息，应该要专程去做自己的事的，心不要去散乱。不管什么修法都在讲解心不散乱的，这就叫做外向定力。好的，这些人呢都非常重要的。上师曾经在讲的过程当中，这些的意义，当然我们初次开始讲解过程当中，虽然这些是起步点的，但是即便是起步点的，这些也挺有了呢意义的。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外向定力。内向定力呢，不管一切的五体投地之进行，乃至一切相，都来源于自己的内心的。都来源于自己的内心，若没有心怎么知道想呢？就包括上师在内，从经历角度当中来说，上师也是自己的内心所想的。好，我们所做的一切人呢，五体投地之精神也来源于自己的内心，没有内心的这个动力的，怎么会五体投地呢？因为尸体不会五体投地，一切来源于自己的内心的。那就是说直接调伏自己的内心而所承办的一切行为都称之为什么，叫内向定力的，主要还是在于精神分不开的状态之中。比如我们先举个例子，这座的所有弟子平常都在修习禅定，不管这个禅定时间长短，还自己修上述瑜伽还是修加行，总之我们平常呢，比如说在修无加行的过程当中，最终上师呢融入自己，自己和上师一成为一体的，两者分不开的状态当中稍微安住的，这也就叫做内向定力。这种定力呢，它不在于进行上的一个表面的知识上面，而在于调心之中的。因为它的这个定力呢，就开始越来越往高的方向在发展。就是调伏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平常在调心的时候，是否在定力呢？当然在定力。这种定力呢，从某种角度来说还远远超胜外向定力的，但呢由于它超胜外向定力的缘故，那以后外向定力搁置一旁，仅仅以内向定力可以吗？但这也有点点不圆满的地方，因为我们平常妄念起心的程度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平常在修的过程当中，不是呢时时都可以保存着这种状态的。所以该内向定力的时候我们内向定力，也不轻视外向定力，该外向定力的时候也要外向定力。所以这些都叫做善巧方便，合适应用，根据个人的条件以及不同的一些呢现象而说的不同的方便道，不要了变成一个心也是这样，不心也是这样，有些对高一点的法有所了解以后就开始轻视呢前面的这些法，绝对不能这样。所以这一点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都用沙迦奔智达的这部教言作为依据，方便为次要，禅定为主要，这一多入小乘灭境地，也就是说前者一切基础作为次要的，后者作为重点的。那没有前者，后者永远不会。就好比像你说一楼我不见，直接见二楼的，没有一楼的基础，二楼在空中能置于空中吗？不可能的，它必须得有一楼来支撑着它的。好，所以就如同这个般，这就叫做内向定力。这就告诫我们这座的所有弟子，平常我们时时没有离开过定力，也应该要懂到这个道理的。我们在定力的，但是我们的定力叫什么定力？叫内向定力的。第三
就叫弥相定理。弥相定理在大圆满知识本训论当中曰：啊，本即解脱他圆满，力作精进而定立的，指的是什么？完全实证心的本性的，就如同呢超越言语之见解，在无心的状态当中呢圆满赤裸本性的时候，它就叫弥相定理。虽然这是我们呢世世向往的一个圣地，但暂时能否运用那就很难说说。就如同我们平常也在修禅定，虽然对呢初时间禅定有所认识，比如说像清明无相定，清明无相定的呢，我们经解中又分了一个不了义和了义两种。不了义指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虽然是清明一种状态，但是还是掺杂于思维的原因，所以他这种境界还不了义的。所以我们即便是清明，但并不是最了义之清明之禅定。虽然有这样的禅定，但是由于呢这种清明度还没有完全赤裸的缘故，所以先前能做到弥相定理恐怕还有点过于早的，也就是说也好像做不到，但尽可能往这方面在发展。这就说不管我们平常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离开过定理，这就叫做弥相定理。也如同般若心经所讲解的，当何时知受本体呢，妙理七现一切之相有，妙理有多么千变，均变成本体之呢庄严也好妙用的时候，它就是弥相定理。就如同呢心经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异空空，这不是用词句掩盖见解的，也不是呢用意识造作以高来见解，而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它就是弥相定理，它也就是真正的定理。就用另一种词句来说，就叫实相定理。所以若要是真正精通定理的话，定理已经概括了所有的修法，八万十千个法门都概括于定理之中。当然就是这样的。好的，好，定理三思本尊和空性的，也就是三根本。修行三思的目的和依止三思的目的是为了来获得加持，但至于这个加持，在《金要明经》之中也说过，内心烦恼没有减少，信心和慈悲心功德没有增长的时候，所谓的加持只能说没有得到。所说的呢加持大小，就根据个人烦恼减少后功德增长来定夺加持的大小。所以说我们平常也一直做善事，也修持做善事，能否得到多少加持，根据妄念消尽功德增长的角度来说的得到的加持大少。所以说一直善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赐予加持的。当然加持大小刚刚已经说过，它不在于心识的，因为有时候呢导师把一本书放在你的头上，好，你也是呢吉祥吉等等，这是一个加持的缘，依靠这个加持来得到呢烦恼减少功德增长的这么一个形成这么一个缘的，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应该是烦恼减少功德增长，以它来树立加持。比如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时时大悲救度众生，这永远没有停止过。但是众生能得到多少加持，根据个人的信心等等多方面来定夺，就看看自己的烦恼见多少，信心和慈悲心来增长多少，起到这个原理来呢，像就叫加持之缘的，跌倒的真正是跌倒的就是真正的加持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呢自己平常也在这么做的，比如这一段时间呢，不仅仅这一段时间，平常也听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居士还是像有些居士的家庭呢，有些人有了多么严重的一些病象啊，这样那样等等。所以每当我自己在来打坐期间，还是在念诵期间，尽可能呢就做一些精心分不开的状态之中修学的。但这个静有时候呢特意把这些呢有病者
这个经上与三界流去一切众生，也不需要在上面再加一个念，总之最终就是这样的。但是更加体现于这些相作为一些精心分不开的状态当中安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消解他们所有的一切障碍。当然从现象上面有些能得到一些效果，但有些呢不一定得到真正的效果。不是说没有效果，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都得呢因缘要合合的。要不刚刚说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救度众生的大悲呢，这个愿望或这种的呢，度化众生的人呢，这种事业永远没有停止过的。但是有些已经起到用的，因为他的烦恼已经减少了，信心和慈悲心增长，已经转世成智了，已经成佛了。甚至即便从小的角度来说，有病者已经病消除了的，有魔障者魔障消除了，寿命短暂的长寿了的，福报浅薄的已经有福报了等等，现实当中也能看见一些的。但是很多人呢也在遭受很多很多人痛苦的折磨的，比如说病痛的折磨啦，烦恼的折磨啦，短寿的折磨啦，要是福报浅薄的折磨啦等等等等。难道这些人呢又已经脱出了诸佛菩萨大悲这个范围之外的吗？没有的，诸佛菩萨的都在诸佛菩萨的大悲之内。能做到多少呢？根据这个也要来树立一个因缘和合的。所以我就呢每次在早上修法过程当中，因为平常就会听到很多类似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甚至有些呢稍微严重一点的，为了更加提示，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前面，有时候打坐期间的就更加的来着重于这方面，就稍微做一些修行等等。那有时候那些人呢也有时候无意当中会产生一些人的悲伤，就觉得三界流去一切众生由于数十年来业障沉重的缘故，今生遭受这样的痛苦的，真的呢是需要帮助的。但也并不是说你想帮助就能想接触所有一切众生的痛苦的。有时候呢又翻过来问问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如同三界众生的父亲的或母亲一般，他时时关照着我们这些儿女。但是有时候我们儿女也有遭受痛苦症，难道已经呢脱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呢反超的吗？就是大悲乃的加持的反超吗？没有的。但为什么没有起到你？可能还是由于个人业力沉重的缘故。即便是这样遭受痛苦，我相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诸佛菩萨的加持。诸佛菩萨的加持不一定能仅仅呈现一个好的现象，好的现象呢当然是诸佛菩萨的消解，说明你的烦恼在减少。好，从另一个角度，让你产生痛苦也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因为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得到加持的目的是为了短短这一段时间好过吗？不是的，是为了获得解脱的。要解脱必须要消解自己一切业障的，需要靠两种方式。一种要消解因，那当然靠修行来消解它的因，呈现好的快乐。另一种是承受这个恶因遭受痛苦来消解这个。像有些人由于宿世的业障太沉重的缘故的，所以让他迅速获得解脱，怎么办呢？暂时就遭受一些极大的痛苦来消解这个因的，目的就是为了早成熟果报，早消除这个因来达到解脱的。从另一个角度，它也不是，它也来了不等于不是加持啊，也是一种加持。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个人的理解，乃至有时候我们说知道的这个加持，可能仅仅往好的方向，我自己感觉好，这就是好的加持，其外一切和加持无关。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所追求的是解脱，而不是短暂这一段时间的好。因为若要是为了短暂这一段时间的好，那我们只能来以这个作为标准，这一段时间只要是痛苦就没有得到加持。我们所说的永恒不变的快乐，就要把来了这个时间延续到永远是快乐。那永远快乐前面我们必然已经找了一个业，这个业靠什么来消除呢？依靠修行来消除，而是成熟果报来消除的。那迅速消除这个因呢，充分地体现了因逐渐消尽以后，一下呈现的就是呢永恒不变的快乐。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让我们来身心当中产生一些痛苦也是佛菩萨的加持，这时候应该内心要升起这样的境观。
并且有时候能做到一些像自他交换啦、等菩提心来呢去修行，我相信仅可以以这个呢痛苦可以消解更多的业障，让自己的迅速成本解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叫加持的。加持应该要知道怎么去转为道用，有时候我们光知道快乐转为道用，而不知道痛苦转为道用，也光知道加持只能带来知道的人呢，光是加持只能得到呢快乐而不是痛苦，但实际上快乐痛苦都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应该要这样去运用起来。那这样一来，我相信你的内心永远是快乐的，因为要不我们生长在轮回的范畴之中的，短短的时间有快乐，这是呢必然性的。我相信这一座的每一个人，谁没有快乐过一段时间？从我们本身的角度当中，快乐呢，自己所认定的快乐大概是什么？这个来定义虽然不同的，有些可能我这次跌到一个新的房间，我非常非常快乐，这一段时间高兴得不得了。但有些觉得呢，哎，我这个房间呢，它只是一个破破的房子，我也觉得很高兴。要不有些呢，外面有一点点天地，他就觉得高兴。要不小孩子呢，哎，外面呢，只要找到一个，那个图像，他就觉得很高兴的。总之，我们都快乐过一段时间。即便有多么痛苦在那，我们都快乐过的。但是轮回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范畴，就好比像这个厕所的，你先前把它打扫得多么干净，它必然是厕所还会进去了呢，去了呢，处这些小脏东西的地方的，所以油会臭起来，这很正常，因为它是厕所的。轮回本身就是一个痛苦之处，暂时即便有快乐，但是第二年又会变成痛苦，这是很正常。那先前我们该怎么办呢？不管是痛苦与快乐都转为道用的，让自己内心快乐去。但这不是呢依靠这个暂时改变一些，它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就是消尽舒适的习气，不好的习气。好，这些人呢都得会习的，要不修行的光会我口里会念诵嗡嗡班赞格的班玛斯的嗡嘛的班咪吽，要不来了嗡嘛吽雷震巴嗡格婆中的大自在其他文的，要不来啊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那心经，光念诵，念诵可能是一种修学方式，但是刚刚我们说把痛苦和快乐转为道用，是从根本上呢心之三法，我想这个意义更大的。但可能有时候呢难免会产生佛经的念诵功德有多大，但念诵佛经功德很大的，念诵佛经的目的依靠这个佛经里面所讲解的教义来改变自己的心相许的，而不是光口里念，口里念诵一遍。哎，我们不是有法心有三种法心，一个叫无极之念法心的是吗？既不是善又不是恶的，你在念诵过程当中里面一切呢来次举没有改变你心相续，只是念诵而念诵的时候，那诸佛菩萨的教言我们不能说没有功德的，但是也就是那么大的功德的。要是有人问你，你念完一遍功德在何处的，可能我们只能说啊，已经呢播下了种子，可能在第八识阿赖耶识当中已经呢种下这么一个好的习气，到底在哪里呢？因为先前没有改变什么，所以说还是要现实一点，这样去做意义可能更广大一些。因为像我自己也是这样，以前在初次修行过程当中，只要是能修做到多少，心里就有种满足感，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但是后期才知道真正能不能满足还是要看看自己的内心的吧，因为当自己的内心还是有庸俗通道，但是说我做了很多很多善行，恐怕也就是那么回事吧。原因是什么？因为解脱的是自己的内心呐、现在心如同凡夫般的，你说要解脱，恐怕离解脱还是挺遥远的。我们不说医生所做的善是没有善，若要是从根本上实实在在去调伏自己的内心的，当内心体现一切功德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管你上面没有做过善事，已经做了善事，因为
表现就在你内心功德呈现之上。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可能呢就那样，这样的有时候呢，我自己也觉得呢，有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现实，很现实的一个人。即便从修行的角度当中，从初次修法直到现在，当然如今有你们这么多呢居士的辅助的，所以我们平常呢做一些善事，只要我一开个口，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善事。但我平常呢对其他方面的善事好像没在每一个哪一个人面前提高这事的。平常最重要的是修行，而修行因为它必须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尤其是这座所有信众心理很强的缘故，我们必须要这样的。因为要不就是做过很多很多善事，念是念过很多很多的，像比如自己平常念诵的功课的，我从初次开始进入佛门12岁直到现在，这个功课基本上没有停止过的。现在已经念到了呢，可能呢就翻书的地方都已经快难的，这两天正在想办法，像这个还要加厚点的，要不呢这个我的功课可能延续不了多长时间，就已经到这个地步。念了那么多年，但是翻过来我们念诵在我的心想学当中真呈现多么大的功德，要是我们自己，我只能说可能有功德吧，但到底功德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以后可能会呈现的吧，反正因果不虚的，只能这么说的。现实我也说不出来，我做了这些已经体现在哪里。若要是观个无常，甚至像刚刚把痛苦和快乐转为道友，我相信这一段时间的心态，以及依靠这一段时间的心态改变自己的心相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现前就会呈现的。所以要现实一点的。好，一直尝试呢吃的就是吃与加持，这个刚刚已经说过。一是本尊呢吃与共与不共同之息地，共同和不共同之息地，像不共同共同的息地呢，来自于当各式各样，如今很多人都追求神通的，因为要是有了神通，甚至也有很多人都在说啊，谁有没有神通的，有了神通呢那度化众生可能意义更广大一些等等等等的。甚至呢啊，这个神通有很多呢，也有神变，我又有转变成这样那样这样等等等等，这些都称之为共同之息地。好，既不共同之息地，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心性完全赤裸，心的本性呢就叫做不共同之息地。一指本尊的目的就在于此上。那一指空性和护法是为了迁除一切违缘和障碍。那么这定力三根本呢，在我们修学上师瑜伽导修的时候，是否也在定力上师本尊和护法呢？当然在定力。第一，我们的定力是什么？内向定力和迷向定力是定力，定力当中的基点。那三根本一直上师持于加持，在修学上师瑜伽导修本身就是呢在修上师一直上师的。那一直上师最终得到的加持是烦恼消极功德增上的。本尊是上师的化身的，一直上师即为本尊，从了呢这个角度来说，得到的呢结果来说是持于共与不共同之息地的，消尽烦恼功德增长之外没有共与不共同之息地，所以它就是本尊的。从一直的角度当中来说，本尊上师即为本尊，本尊即为上师的，所以修学本尊没有丝毫之差异。得到的呢效果来看，它前面持于加持和后面持于共与不共同之息地完全一如的。三师也是护法之总集的，一直护法的目的是为了迁除一切违缘的，一直三师消极期限一切违缘之因贪嗔之烦恼，所以修持三师瑜伽就是在供护法。因此前面这一句话定力三师本尊护法，我们在修三师瑜伽的呢同时就在定力上是本尊护法，这是在坐上。那坐下的时候，作为金刚乘的弟子，若要是能修学三根本的意义非常广大的。坐下的时候，不是由于坐上的这个呢见解不够的原因，而需要坐下作为呢
富足的不是这个原因，而是由于我们的内心更迅速的成熟的，更快的成熟的，因此就如同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多益善般，在桌上具有这种功夫的同时坐下来，来作为修学三根本的呢，作为他的辅助，那根本的迅速增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也表平常我说话的时候，你们也知道是有点点呢，就好像很轻松一般的，若能做得到。但是虽然我口中说出来的是若能做得到的，但实际上应该得去做的，应该得去做的，不要光想到呢。是的，我有时候考虑到你们作为在家的居士抽出很多时间恐怕不现实，那只能这么说的。但是作为弟子呢，更加站在无常的历程之中，以及我今生获得这么好的缘起之上，我必须要更加精进修法。那么作为金刚乘的弟子，即便坐下要护持三根本不可缺少。那桌上作为上师瑜伽，那平常呢修个本尊功夫法挺重要的。那修本尊呢，在显密甘露心定念诵集之中呢，有四比观世音菩萨的衣柜，或二比观世音菩萨衣柜，或金刚手菩萨衣柜，或文殊菩萨衣柜的，大概就是这样四个本尊吧。其外当然还有很多像五明佛学的很多念诵集当中也好，要不其他很多导师呢翻译的很多念诵集当中也有很多本尊或空行的。但不管怎么修学，那我们可以多休息呢。那还有一个呢，二十一度母衣柜的，但这些文字都稀少，念诵一些非常好，因为呢有时候它也占用不了我们多长时间。我等答案根本上是那么人不清的呢，平常我们能看得见的就这么厚的呢一本功课的，每天都来了就不间断。就算是说由于小时候一直念诵功课的原因，比这个还更厚的一本书呢在他的大脑之中，就不需要再去看书的。这就是说上师一天念诵的功课可能有两本这么厚的书，因为真正一个真正的佛还需要这样的。当然导师呢对为了自己而念诵这个恐怕这个我们都知道不需要的，但是为了度化三界六趣一切众生，上师还需要这么去做。那作为我们既要来度化众生，还要度化自己了。上师只是度化他人，自己早已度化了，还需要这么去做？那我们不念来了，四本这样念的，一天不念是四本，那也得念，两本也得念诵。所以到商场可以去打折的，但是修行尽可能不要去打折的。所以有时候呢，可能这一时的太珍惜，要记住真心不能来趋向于反面的。我们说珍惜人生是精进修法，而尤其呢珍惜人生，我修行太多你太累了的，还是呢只修一点点可以的，就自己给自己打折的啊，那但这真不是一个好事的。因此每天念诵几个本尊啦、每天的供个护法啦等等，非常非常好的，就形成一个好的习惯。但这个时间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尤其你们在家居士平常工作的时间呢也不一定的，今天呢可能下午到时间可以回家，有时候有时间说是可能次点才回家。那这样一来，我早上打完坐了，打完坐以后还没有上班之前有一定的时间，我在这一段时间把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就在那时候休可以的。要不中午来呢休息也可以的，要不下午当然也可以的。所以这个时间根据个人来定夺的，没有什早上中午和下午的区别。总之念诵一些仪轨体好，但本尊的观想呢，当然本尊有所权形象之本尊和能权声音之本尊。所权形象之本尊按照升起次第的要求的，比如他的种子轴和旁边的这些呢根本轴怎么去呢，绕着圈来呢，观他这个的周轮呢必须要按照这个去，像比如我们平常修金刚刹土般的。那能权声音之上师和上师瑜伽导学修法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个来了，当然我们后期再单独讲解一个升起次第也完全可以的，大概就是这样的。这是呢修学本尊。那功夫法的时候呢，如今像呢这个地方呢每个护法杯也很简单的很方便，所以我们就请个护法杯。那护法杯呢拿到家以后
就在外面请一个人呢，就不生锈的呢，来一个小小的壶呢里面泡上茶的，就每次供壶饭的时候就供上一杯的。但这个茶呢，比如说你第一次呢用完以后，还觉得呢还可以泡出来呢很浓的茶出来，那上面再继续倒水的，因为什么都要珍惜一些。我相信诸佛菩萨是需要呢供养的，但是更需要的是要珍惜，因为有时候我们供了一遍的器外的怎么全都扔到外面，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因为供养第二应该要起到布施的，那尤其没有起到布施作用，这样的话完全是一种浪费的，没有多大的意义。虽然呢由于物质条件稍微好点的缘故呢，怎么做都行的，但是还是要珍惜一些的，所以还能加点水就加上水的。总之呢，每次供护法的时候都加上了就一杯一杯茶的，那旁边放一些水果等等，当然很好。处理方式，你若要是在市区直接倒到外面来的，当然这不是什么好事的，因为你要是往外倒，旁边很多人都会说你的不好的，尤其一个修行者怎么会这样浪费这些来呢食品呢，尤其呢最终还是进入垃圾桶里头，这不好的。所以在高原地方倒到外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外面呢相对来说是一个荒野的地方，所以有很多鸟类的，当你把它扔到外面的时候就成为一种布施，但是在市区就没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就看看条件允许的话，你先前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处的。有不呢，我看到这两天他们在我那边来呢，居士们在给我供这个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放在一些呢草丛里头，我想也挺好的。因为作为布施，因为三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暇时三界流去一切众生，起到布施的作用。要不有时候没有这样的环境，你就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有时候就到一些呢地方的时候就把它扔在外面也可以。但有时候实在没有这个条件，那就从上面拿下来自己吃的，这也没有罪过，这样来也没有罪过。但是后面自己吃是真没有这个条件的前提之下可以自己吃，而不是找个借口说难多的原因算了，还是要扔到外面算了，自己吃了。就是这样的道，就每次呢供护法的时候就供一杯，但这个供完以后喝是把它倒掉的，但这个没有什么过时间。比如说第二天你要再开始念诵之前，必须要把它换掉的，换成新的一杯的。好，这个时间你什么时间都可以。按照高原地方的习惯呢，它是这样的，每天早上的像上面的呢七杯和八杯是每天早上都要换一遍的，这样每天早上呢就把它倒上，到了下午的什么时候收拾的时候就把它收起来，大概都是这么做的。但这个尤其呢像比如今天念完以后放到明天早上要念诵的时候又把它倒掉再加上也完全可以。总之呢大概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供护法。那供护法呢，我们通常念诵的是像一级父母，还有然后呢当机多进来把称之为三道护法，还有吉祥天母，还有格萨王的。好，下面还有无生天王的，因为无生天王以前我们在雅青寺镇这两年一直都在念诵无生天王，这是上师呢就是唯一的一个护法圣的，因为他是我们赐名传承的唯一的一个护法圣的，所以如是去供这个护法的话，如同呢护持上师般的护持我们这些修行这些护持这个传承意义非常广大的，像无生天王，还有了呢关公等。但这个关公呢以前我们也讲过很多很多呢关于他的一些历史的，因为当时我在雅青寺的时候，很多汉族弟子呢因为呢都看见高原地方的很多护法他都用了他的供护法衣柜或还有一些人呢火供等等的，所以当时他们希望是若要是上师能做的话做个火供的，以这个本尊作为来了背景作为一个火供的，实在不行的话呢，那就做过了呢，就是护法念诵衣柜的，就这样，我就把奶奶这个照片以及呢在汉地所传说的一些的，以及在书面上面的一些解释了，向上师呢就说了一遍，
就按照这些汉族弟子的要求齐齐上身了。关公呢应该算是呢时间的护法神，还是初时间的护法。若是时间的护法神呢，那就是时间，因为平常的初时间修行者也不供时间的护法。原因在于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从轮回之中来的获得解脱，他哪有什么能力去救度这些呢？想要从轮回获得解脱的这些信众呢，就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通常也不供时间的这些神鬼或神。当时上师呢就在里边放了三天呢，有一天早上上师就把这个衣柜洗完了，就说这两天他在观察期间呢，他认定呢关公是威泽的化身，马头明王的眷属，威泽的化身。所以和以前呢，中华民国期间也有藏地一位高僧大德曾经收集过呢，关公是马头明王威泽的化身，也有很多高僧大德认定呢，关公是格萨王的化身等等的。但总之当时上师说是威泽的化身，所以就做了那个衣柜。从那时候开始呢，在雅青呢，我们所有的汉族弟子呢，因为由于他是呢汉地唯一的护法神，所以依靠了护法，所以我们平常的呢在上面一直都供着的。我想呢，但这个也有着很大的意义，尤其是如数供的呢衣柜以及呢这样供法都是我等堂根本上子的传承。那这样一来，我想还是有着很大的意义。平常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年诵一遍，大概就是这样的吧。这就是呢供护法的。因为前面以下前面一段呢主要讲解的是心的本性的，因为我们都是修无上巧觉大圆满的修学者，所以这方面的呢这两天可以做一些解释，也不会有很大的过错的。当然在后期讲解密法讲解以及显而道的原是本具有的，后期呢呈现轮回道和涅槃道当中呢，这里头主要从轮回道当中呢讲了一些八识形成的过程。但这个呢我们也可以讲解一些根据我们平常修学禅定两者结合的以及光懂个理论的，这就没有什么意思。就好比像我们懂一个历史一般的，像说汉族人呢是龙的传人，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传说，没有什么意义。就好像说我们的神识是怎么过来的，那这有什么意义呢？你说从石头里头蹦出来或天上掉下来的，也就是石头里蹦，我知道了，石头里蹦。从此以后他也不会去石头里头打开看看里面还有没有神识从里面蹦出来的，剩下的一些神识啦，像了还没有真正帮出来的神识等等，他也不会去寻找的，所以这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来历的目的，就在于当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要超出轮回获得涅槃，必须要呢消除这些疑迹的。那这时候要懂得这些疑迹本身的一些状态的，那在我们自己的修学是否已经从这个范围当中超越，要懂得这一系列道理。所以介绍它即是理论，又是我们实修必要的一种的法的，因为它必须要这样去做的。所以还是呢知道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今天的呢就这样的吧，时间已经到了。那即便说的怎么多的呢，因为我们现在今年讲解呢不在于速度的，因为有时候呢为了传承而传承，要是传承而传承，虽然我以前没上过多少年的书的，但是呢这必然是我翻译出来的，要是念下去恐怕也不会很难的，要不到多长时间也能念得完的，但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大概这一段时间呢，不管有意无意的，我们就参杂于这样的一些言论，就这么呢慢慢慢慢谈下去的吧。有时候我在想，我第一次在雅青寺呢给汉族弟子上课的时候，当时有十个呢出家在家居士，加起来可能有十个人左右。那那时候有天上师把我叫过去说，就这两天呢来了一些汉族弟子，所以天天就在他旁边说能否给他们讲点法的。你也知道他不会说汉语，所以如今在呢雅青能说汉语的只有你一个人的。因为当时我的汉语水平非常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底线，再不会说的话那就不会说汉语了，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上次说呢，你会说几句汉语的，能不能来？当时呢，上次说就把打发他们走。天哪，一回来的时候我就来了，焦虑的不得了的，该怎么去讲啊？虽然我当时也在给，虽然我当时在给奶奶张主任上课的，从张语上我可以的表述是谦虚，连正形也在讲，理论也在讲，但是说到汉语，汉语专有名词太多，尤其是副调专有名词太多了。记得有一天呢，有个汉族弟子的，他说他这两天呢，真不知道发语发形之间的差异的。虽然呢，当时我当然也不能说我不懂的，因为必然呢，作为他们的导师，也要装作不懂，也装懂的一种表现。但是一回去的时候就在想，发语发形，什么是发，什么是发，就拼命呢就开始找藏汉大字典的副教大字典看发是什么意思。哦，发是这个意思，发形是这个意思的。哦，就慢慢就这么学过来。那时那天呢，我就怎么办呢，讲什么法呢？谦虚。那时候别说翻译，连说话都很困难的。好，当时将谦虚拿着一本书解释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没有一本书呢叫我直接这么口中说也更不可能的。怎么办呢？就是有个汉族弟子来了，给我了一本的普贤禅师演讲，好像是刘立谦翻译的啊，普贤禅师演讲。我就想啊，但这次讲起来，反正当时我从藏语会讲解一些道理，就像里面就找了一些关于清净法性、清净真性和清净回向三殊胜业和三清净法，只要能把这三个道理解释给他们，我就算圆满了。好，就在里面翻的，就把有些地方的呢，哦，这个我觉得来讲一点吧。有些地方呢太复杂的不会讲的，算了，这个地方再讲一点。所以我自己呢就前面创造了一个了呢，就是范围非常非常小的，文字那就更少的这么一个了，普贤上师演讲的前部分。好，就在里边讲，就讲了好像几天的吧。反正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到后面几个人走了，几个人还留下了，我觉得太奇迹了，这才是真正的奇迹。因为呢，我当时在说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听法的人能听懂什么吗？就为了这个法而听，还能在高远地方住下来。因为当时虽然对上师信心非常大的，但是要得到法，但只能靠我当时说的两句话，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他又能听懂什么，还住下来。我觉得天哪，太奇迹了。所以后期呢才悟出一个道理，可能就是由于信心的缘。有了这个信心呢，即便当时在听闻过程当中就没有了多大的收获，也让他呢停顿下来，就一直做这个导师走的。要不仅凭我所说的这个法绝对不会有说服力的，一句话都听不得，哪有什么说服力啊。所以就如同这个班的，这两天我们在讲法过程当中可以有意无意的会讲这些各式各样的一些来吃的，但是只要有信心者，我相信呢，但反正都听得懂听不懂的，总比以前好得多的，但真是没得说的。这个呢大有进步的，但是到底能听懂出来的我也不知道。要不呢，平常我也在想，逼到完全不会说汉语的，甚至呢无法从那书面上面做解释的这些人来导师对比的话，我应该稍微好一点的吧。连这些导师讲法期间呢，都能很多弟子都能长时间听下去，那这个呢我想能听得下去。但总之怎么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考虑速度的，就慢慢就这样。因为以上所传讲的这些道理也不是瞎聊的，从字面上也做了一些解释了。当然有时候也关系到我们自己平常的修行当中，要是不这么掺杂，仅仅从书面上面做个解释，比如从书面上讲你们怎么考试都能考得非常好，就比如说从考试的角度来说，若要是呢归纳到修行当中就非常糟糕的。比如我先举个例子，我们在雅琴室呢通常讲完一个法就会做一些考试的，因为我考试的题目
百分之五十可能来源于书面上面的解释的，百分之五十是靠自己的体会的。所以说，即便你对书面上面认识有多么好的，甚至在很多学院说文史已经很了不起的人，恐怕在里边得不到很高的分，因为他的理会和运用不够的。可能他的来记性力非常好的，能把书面上面的这些校正例证都能背诵下来，但是这个只能达得上百分之五十分，我们通常六十分才及格呢，还不及格呢。所以这样传讲的风格，也可能说里面还是有雅清史实修的一点点风格，就像我们刚刚说说的，典礼上是本尊的护法还要讲那么多的，是的，书面上要讲解一直上是本尊的护法它本身的意义。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典礼上是本尊空法是怎么典礼的，哦，这样一来就知道，我书本上的解释是这样，但是我平常在修的过程当中就在典礼上是本尊护法坐上，那坐下还要分为坐上坐下的缘，坐上相对来说心不散乱，而按照呢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在从事，但是坐下的时候由于外境的缘故，外境的束缚内心的原因的，所以心还是呢容易散的，这时候还要让心提起正念，所以不得不这么去做。那今天呢先暂时这样，明天咱们就下面来讲解一点点禅定。但这两天呢所讲解的这些呢还是呢了解一些最好，尤其我们今天所着重讲解的是共同外前身，因为但这些呢这部讲员开头的一个呢就这么一个解释吧，但总的来说这些也挺重要挺重要的，大概就这样的。好的，但由于我们在小区里头的人，因为前面念诵了三遍大斋戒到位以后呢，紧接着以下呢，比如说七七莲华生大师呢，下面呢像弟子功劳了，以及呢清法寂啦等等呢，都需要一些的按照正规的方式的。但是由于我们是在小村里面的原因，所以念诵声音太大了，又怕旁边的这些起烦恼的，跟聊天有说来说去也不大好，所以我们就没有念诵。但即便是后面回响了等等等等。这些呢实际上是必须要要的，但由于环境条件不允许的缘故，所以只能做到这么多的。那这些道理东西像刚刚所说的共同外前身，为什么呢？这样讲解有两讲解两种风格的，为什么要这样练东西非常好的，那永远你的内心当中永远不会为什么，为什么已经不在你的身边，这样对以后修行起到很大的作用。要不呢天天打坐为什么，即便这么修学又为什么天天阻碍着你的，因此你这个修行呢就不会呢长远，过两天了呢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疑惑甚至烦恼。好，那就这样的，尤其我们这一段时间将去发的时间虽然不是多，今天和明天，但是上上下下的时候不要一批一批走的，这两天呢虽然很好哈。